月光之城应该不是很好。月光之城的话，甩尾次数太少了，感觉直线卡戏很多啊。这个图直线卡戏很多，看一下吧。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可以让它减少卡戏的。啊，我起跑就不错。好，触发被动。完了，我这里还是需要卡戏啊，我们就卡一次就好。小喷一个进阶，哎呦！弹射，哦，这应该算还是很不错哎，那我们就不卡气了。哇！被双杀。小喷这一个弹射，还是要卡一下。哇，这个被我不卡气，你就卡我是不是？给力！小喷，哇，哇哟，这个人，哎，跳下去了，干得好，兄弟！哎，我跳起来了。nice， 干得好，兄弟，你这停车，我给100分。你这里就直接续过去吧，1、2、3 ，nice， 还是很不错，还是很不错，不到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减少卡气的次数，大概一圈大概少了2-3次吧，差不多3-4次左右，拉分狗。哎、欸，他不是骂我吧？我跟他不认识哦，我跟他不认识哦，但我还是按他这个脸。我跟他不熟，但我还是按那个脸。气死的，气死的！你看这个场子啊，这个场子大家都不跑那个的，都不跑5-6星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全部都变光光了。星图，走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一个很好，就这里一个。CWW， 我们这里卡一下气就好。1、2、3，啊，没延续到，没关系。1、2、3、4，这一样可以 CWW， 给力！哇，这个被动，可以停滞。我再甩过去。哇，这个被动真的给力耶！小喷，这里如果踩加速的话，我们就不能 CWW 了。哇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超神！好 ，CW 就好了，不要要求太多，太可怕了。哇，差点被他压爆。撞墙延续 ，nice， 延续到直接超车，哇！哈哈哈，我少一颗气，我忘记补气了，凉了。没关系啦，就这样了。我忘记补气了，我自以为气太多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还以为你气很多啊？忘记补一颗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撞墙的重要性，很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刚刚就这样撞一下，就是超过拉车了。我们有帅到就好，我们有帅到就好。好，我们来认真跑一下反十一。
看一下反十一能不能跑好一点，以后会优化的，不会，还没打出来，他说什么我也不懂，好好的跑这场，弹射很好。我刚才换一阵好凶哦，哇完了，没事没事。这射直线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也就不卡气了，而且我们气还多了。哇，气爆掉了！气多到爆掉了，很好，我这里不用卡气了，直接点过去就好。给力啊，这车！哇，我没失误就59了，哇，吼吼，吼吼，太给力啦！我的天，六到不行欸，这个车，你们说这车强不强？快到我觉得我快受不了了，这车强到一个不行。来了。星星火车站，你先凑一颗起来，这边慢一点飘停滞，因为会有人，哎，没有人死掉了，很好，不错气，来了，让他们见证一下新车的厉害。好，这里续一下那个 WCWW， 不卡气。这里一二三，这叉车我们一样不卡气哈，甩过来就两颗了。这个卡气是你要做的事情，不关我的事。很好，这个特性就是韧性。侧身停滞 ，CW， 很好，我们这里才两个，点过去，这个 CW 刷线，一、二、三 ，Nice， 有特性就是任性。厉害了，有没有？他就是每次都要卡一下卡一下的，那他数字就会掉一点。我们的优势就在这里，很给力。好，被动了。小分，红色，没弹到。
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靠！好，还好我穿过他的巴巴了。是不是两个跳场了？怎么回事？很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穿过他，吓死我了。惊惊死！啊，结束今天这回合，大家八八八八八八。